大家好，前面我们讲过直方大，这是我们做人的原则，遵守规则，顺从规则，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。做人和做事既有原则，还有相应的方法，也就是技巧。那我们在做人和做事的时候应该讲究哪些技巧呢？姚慈告诉我们说呀，六三含章可真，祸从王室，无成有终。含章的含呀，它的本意是指含在嘴里，这里用的是它的引申意，表示不显现出来。章的本意它是指花纹，这里用的也是它的引申意，表示一个人的才华。什么叫含章呢？意思是说呀，你把自己的才华隐藏在内，而不是显现出来。从卦象上来看，六三是阴爻，而阴主静，所以含章是指在静态中展现自己的美，而不是在动态中展现自己的美。比如一个女人如何来展现自己的美呢？是通过争强好胜，做一个女强人，处处显示自己的能力来展现自己的美吗？在工作上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，如果在生活上你也这样做，恐怕家庭就难以和谐了。那女人应该如何来展现自己的美呢？应该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那种高雅气质，让人觉得你美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含章之美。这里所说的真表示端方正直，所谓可真是指一个人要保持自己端方正直的人格和品质。看得出来呀，这里所讲的含章可真实际上呢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做人。祸从王室的祸是通假字，通疑惑的惑，表示迷惑。这里的从表示顺从。这里所说的王室是指国王的事情，或者说是指王国的事情吗？其实不是，这里所说的王室实际上它是指天道，是日月星辰等各种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，也就是自然规律。什么叫祸从王室？意思是说，当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困惑的时候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从天道，顺从自然规律。看得出来呀，这里所讲的祸从王室实际上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做事。含章可真也好，祸从王室也好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无成有终。什么叫无成呢？这是指没有获得成功。什么叫有终呢？这是指有了最终的结果。既然是无成，它又怎么可能是有终呢？这么讲是不是矛盾的？实际上呀，两者之间它并不矛盾，因为无成和有终所讲的它是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问题。在当前的这一阶段，某件事情它还没有完成，但是从整个事情的发展趋势来看，这件事情它还是有结果的，也就是说最后还是取得了成功。从当前的发展阶段到最后的结束阶段，这两者之间呀，它有一个过程，只不过这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相对来说显得长了些，甚至长得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。一个人如果既没有耐心也没有智慧，那他就既看不到结果，也不知道最终会有什么结果。比如马化腾创办腾讯，马云创办阿里的时候，当初和他们一起创业的人当中，有多少人能够在困境中看到未来，看到希望，而且还能够坚持下来的呢？有些人呀，选择了退出，选择了离开。在这些人眼里，他只有无成，因为他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，也没有成功的信心，哪里还能看到有终呢？所以他们根本看不到现在的结果。腾讯已经成长为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，阿里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零售交易平台，但是还是有人坚持下来了，比如马化腾的四大金刚，马云的十八罗汉。所以无成有终的理念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印证。关于坤卦六三的爻辞就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对国学视频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谢。